评审结果稍微做个说明。对，来，我们摄影机。讲这种事情啊，只有一个人能得奖，难免就会有人失落，所以，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评审整体的那个过程非常平顺，而且很快速的就把结果投出来。因为今年评审的色调非常一致哦，所以创作跟独立制作的在今年的名单里面是比较凸显的。但是讨论的过程里面是有这样子的那个过程吗？还是说其实没有？大家就是做自己觉得最好的。没有，没有特别讨论这个部分。没有特别讨论。了解，在这边也要非常谢谢丽莎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丽莎，辛苦了。